28、29、30。30岁，欢迎你。从少女到女生到女人，30岁不是关口，是一个路口，等你一步一步成就女人的成人礼。你终于可以飞得起，放得低，用你的历练放低你不需要的纠缠。成日挂住一个人，不如决定自由自在一个人。用你的能力放低那份不想做好耐但又做了好耐的工作，不再 OT， 不再 say yes。 用你的意志一寸一寸放低身体里面多余的重量，头空然后十回，问一问自己，有几多你曾经珍惜的嘢已经忘记得一干二净？18岁的时候，你想象中那片天空；22岁，那份坚持做自己，傻傻地又蠢蠢地的冲动。25岁，那一份一半生一半熟的心动。30岁，就用你10分的智慧拾回最初的模样，10回再重生。再给个机会自己，你想做一个怎样的自己？行出去，开始一段不知会点发展的冒险，选择另一条好难行但又好想行的路，定义另一种你想要的幸福，重生面上的笑容、力量、光彩，重生成为自己喜欢的女人。士林30周年，同你一起由内而外帮身与心放下10回重生，现在就即刻click入嚟，展开你的女人成人礼啦！